刚刚参加完快乐男生的谢霆锋9月14日乘飞机抵港，三名工作人员陪同，黄色 T 恤搭配蓝色牛仔裤，相当的休闲有型。不过如今荣升音乐导师的他，随时随地耳机不离，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。不过在记者拍摄期间，有老者路过，为避免记者后退时撞到老人家，霆锋特意挥手示意，态度很友善。喂，喝小啤酒。跟你杯。霆锋旧爱王菲13日宣布离婚，与李亚鹏八年夫妻缘尽，第二度婚姻再次失败。同样经历婚姻失败的霆锋不愿过多回应。境界啊，非常的好。我记得打比赛也了，打电影也了。霆锋最后挥手与记者道别，乘座驾离开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